大家好，我是学渣仔仔，一个期待和你们一起奔向四点前程的好姑娘。不知道呢，我之前推荐的书单大家都看了没有？也不知道我之前推荐的那些可以让你偷偷学习、偷偷提升自我的 APP 你们都用了没有？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五个这个寒假你必看的 TED 演讲。大家学英语这么多年，相信肯定有很多英语老师或者是前辈学姐学长们向你推荐过一定要去听一些什么 TED。 那你明白什么是 TED 吗？可能对于我们来大多数人来讲都觉得 TED 就是一个演讲比赛或者说演讲大会，实际上呢 TED 它是一个论坛。 TED 的三个字母呢是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T Technology， E Entertainment， D Design， 也就是技术、娱乐和设计。而 TED 呢事实上它是一家美国的私有非盈利机构，它最著名的就是他的 TED 演讲大会了。会议的宗旨就是用思想改变世界。首先呢，从英语提升方面来讲，它当中有很多 native speaker， 就是那些他是本身他的母语是英语的人，他们来说英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非常正宗的表达。我们一是要学他们的一些发音，二是就要学会一些表达。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想要学会他一些演讲的方式，因为他每个演讲呢时间都要限制在18分钟之内，时间并不长，也就要求这些演讲者们将他说的内容尽量的精炼，并且抓住主要的重点来给大家讲。所以呢，多看多听多学一些 TED 演讲，可以对我们做 presentation 或者是在公众场合做一些演讲呢有很大的帮助。三一点，看这些 TED 呢其实也可以拓宽你的一些视野，了解世界各地其他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人的一些想法，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事情。 TED 呢覆盖的主题非常的宽广，上至天文地理、医疗政治，下至衣食住行一些生活小妙招，真的看完一个 TED 你总会学到那么一点东西。好了，话不多说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仔仔推荐的五个学生党必看的 TED 演讲吧。尝试做新的事情30天。以前在 QQ 空间啊或者是微博啊这些社交平台上，我们总能看见一些转发量特别高的内容，问你有什么东西你是坚持用了10年，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你是坚持做了10年的吗？一个东西坚持用10年，或者是一件事情坚持做10年，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一件事情坚持做30天呢？比如说我最近就在跟着周六也做这个打卡运动打卡的挑战，还有没有小伙伴是一起的，随便在弹幕里发点什么让我看到你们。而对于学生党来说呢，你这个假期应该能有个30天吧，所以说用这个时间呢来解锁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改掉一个自己不好的习惯，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如说30天每天听一个 TED 演讲怎么样？听一下这个 TED， 学完里面的一些单词和一些正宗的英语表达，记得回弹幕或者是在评论里告诉我你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30天挑战吧。你该认清的是你的恐惧而不是目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呢每天待在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每天日复一日的做着一些重复的工作，畏惧改变，懒得去行动做一些什么新的事情，或者是害怕去接触一些新的人。比如说呢，在你鼓足勇气想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会心里有些恐惧，有些害怕，难以去抉择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哪怕最后你去选择做了这件事情，也带着这种心态去做，反而得到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再比如说你在尝试做了某件事情之后失败了，或者是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你会去讨厌做这件事情，会去害怕做这件事。再比如说我现在的电脑里呢存了好多我的视频计划，而这些视频计划呢我在写的时候自己都充满了激情，会觉得会有怎样怎样的一个收获，会有很多小伙伴呢和我一起讨论，我特别喜欢和大家一起讨论。但是呢从我之前那些视频来看呢，并没有说有很大的收获，所以呢有好多视频我就并没有去录，也没有或者是录完了根本就没有发。这种事情呢积累多了，就会让我们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不愿意再出去再去做任何的尝试。就像这个演讲者所说的那样，折磨我们的往往是想象而不是事实。而这个演讲者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叫做列恐惧清单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预想你做这件事情得到的一个最坏的后果，然后去采取一些行动来防止这些事情发生，从而呢使你树立起自信心去做这些事情。希望你在这个寒假呢能够找到一件自己曾经很想做但因为恐惧而没去做成的事情，去尝试一下，去突破一下自己。
关于如何掌控你的自由时间，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呢出过一期如何做时间管理的一个视频，而那个视频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而这个 TED 是教大家如何合理安排的自己的自由时间。关于自由时间呢，很简单，对于学生党来说就是你的课间呢或者一些不上课的时间，而对于工作党来说呢那就是下班之后。这个作者想法呢，我们对于一个时间的管理并不是说之前我们常说的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不是这种挤出来的时间，而是将你的时间呢用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不去浪费在一些无意义的事，这样才叫管理你的自由时间。如果呢你还是无法理解这种想法，那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TED， 顺便想一想怎么样安排你的寒假自由时间。游戏奖励大脑的七种方式，大概呢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玩游戏，从那些红白机啊、小霸王学习机啊，到现在这些网络游戏、手机游戏。而且我相信现在应该每个人手机里都有个什么小游戏吧，什么吃鸡啊、什么奇迹暖暖啊，或者什么连连看啊、对对碰啊之类的，是吧？哪怕你用的不是智能手机，你手机里总有个贪吃蛇、俄罗斯方块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游戏除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功能之外呢，它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其他方面的启发。这个演讲者呢他就分析了游戏的奖励大脑的七种方式，希望你们在看了之后能对管理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或者是自己的感情方面呢都有一些小小的启发。20岁的光阴不再来，一听这个题目呢你肯定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有些鸡汤内容的 TED。 不知道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呢都是多大的年纪，但我想应该都是十几二十岁吧，二十岁的偏多。那么处在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纪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呐、这些时间呐、有大把大把的可以让我们去挥霍。但是呢作为一个走过了多年二十岁的人呢，我现在真的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都让我很后悔，因为我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时间的规划，总觉得过去有太多太多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人身上。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 TED 之后能够有一个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或者说有一个简单的前进的方向，不要觉得自己现在还年轻，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你去修正过去的一些错误，可以去弥补过去的一些时间。二十几岁的年纪呢真的是我们很多很多重要的决定都在这个时候做的。以上内容呢就是仔仔想要推荐的个学生党必看的 TED。 仔仔呢会将这些 TED 的演讲稿以及他们的中文翻译和他们的播放地址都整理成文档，放在这个视频的评论的置顶。Salt Town Road, I'm gonna ride till I can't no more.